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。Merry Christmas！ 大家的圣诞节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和家人、好朋友好好的享受美食聚餐呢？但是啊，在吃的同时，应该没有忘记要锻炼吧？今天妹呢就要跟你们分享，不用去健身房，但是也能达到如健身房的高强度效果的30分钟的进阶全身性的训练。那我们所需要呢，会需要有两个哑铃。那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你可以拿3公斤到4公斤的重量。那如果你是像妹一样进阶者的朋友，你甚至可以拿到5公斤、7公斤以上的重量哦。那此外呢，我还会使用上阻力带，让我的臀部更加的有感。如果你家里没有阻力带的话，也可以省去阻力带的部分哦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跟着我练下去喽。这组30分钟的全身性训练会包含完整的下半身、胸、背、手、核心肌群的训练动作。我们将会从动态暖身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待会先给我一个较宽的深蹲。慢慢的下蹲之后，打开我们的髋，前弯的时候搭配吐气，展开我们的右手，视线可以看向上方。两手轮流之后，重返一次。接着起身做扫地的动作，让我们的大腿后侧获得更完整的伸展。前脚是延伸出去的，重心会放在后脚。接着再度给我一个宽站，轮流的做侧跨步蹲，屁股往后推，回来的时候吐气。得尽可能的下蹲多一点点。最后我们回到基本的站距，给我30秒的徒手深蹲，可以做稍微快节奏的。最后10秒。3、2、1。紧接着我们会做负重的深蹲，所以你可以先准备一手各拿一个哑铃。第一个动作，慢速控制的哑铃深蹲，从上到下可以自己心里默数4秒的时间，到底部的时候可以做一点停留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下去的时候让核心吸饱气，确保我们膝盖是稳定的。起来的时候节奏可以快一点点，吐气。休息20秒的时间。下一个动作会搭配相扑的深蹲以及火箭推的动作，预备的同时给我一个相扑蹲的站距，两个哑铃垂放，做一个相扑深蹲，接着将哑铃来到肩膀的上方，站起的时候顺势推高。每一个动作慢慢做没有关系，加油，最后的10秒。
I wish I could listen to whisper of words that come from my soul. Ayy, do this by myself, I do it by my lonely. Gotta watch my back, cause all my eyes be on me. When I shoot, I never miss that beat like there go Kobe. Don't you say you love me, you gon' have to show me. She say she gon' turn me up. 下一个是轮流的后跨步蹲，一样维持两手各拿一个哑铃，往后跨步的同时保持我们的膝盖与脚尖都是向前的，深蹲下去，接着换脚，往后跨步的时候我们的重心还是维持在前脚，可以帮助我们的核心躯干保持稳定，一样回来的时候吐气。休息20秒的时间。紧接着我们会做单脚硬举的动作。两手各拿一个哑铃，下方脚作为支撑点，上身慢慢的做前倾的动作，而后方的腿顺势的往上提。你会感觉到身体纤维的晃动是很正常的。往下延伸的时候，感受到臀部的刺激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那我们一脚做完之后，待会直接换边。那要注意的是，让我们的哑铃自然垂直的靠近我们的膝盖，往下的延伸出去，重量不要离身体太远，很容易会让下背感觉到酸痛，并保持骨盆是正直，不要因脚的抬起而歪斜了。最后的10秒，下一个动作我们会使用一个哑铃，另外一个哑铃可以先置放在瑜伽垫上，将哑铃放置在肩膀上方，往后跨步蹲，在底部保持稳定，将我们的哑铃推高，另外一手可以延伸出去，保持身体的稳定。最后的5秒，加油！3、2、1，很好。休息20秒之后，待会直接换脚来进行。拿起我们的哑铃 ，Ready Go。做肩推的时候给我一点 power， 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负重推到头顶上方，
最后五秒了，三二一，很好。在休息的时候，如果你有阻力带的话，可以把阻力带套上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可以直接用没有阻力带的方式完成。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阻力的前后走，往前两步，往后跨两步。在动作过程中，我们的下盘是保持稳定的，持续的抵抗阻力带。加油，我知道你的腿快要酸炸了，还有六秒的时间，待会我们会直接在下方撑个十秒钟，预备开始，并搭配腿部的开合，可以做半蹲的姿势就好了，停在这边十秒，最后剩下五秒钟，三二一，很好。接着我们不休息，拿起两个哑铃，直接接的是哑铃阻力的硬举。我们可以做稍微快节奏的，将我们臀筋的力量完全的榨干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有十秒钟，臀肌炸裂 ，Go Go！ 最后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放下哑铃之后，待会紧接着会是做徒手的宽站与窄站的轮流深蹲跳，四十秒的时间。加油啊，孩子！用尽全身跳起来。坚持下去，待会就可以休息了。最后的十秒，不要停下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非常的棒。恭喜你，最累的部分已经完成了，来到训练的40%，待会我们要直接接的是单脚的哑铃阻力臀桥。套上你的阻力带，如果有的话，把我们的哑铃置放在骨盆的上方，下方的脚作为支撑点，将屁股抬高，抬至极限，慢慢的下放。往上抬臀的时候，尽可能用大脑连接着臀部，下降的时候是控制的状态。最后十秒钟，那在最后一下的时候，我们会停个十秒哦，停，十秒钟的时间开始，不要下沉，hold在那边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休息十秒钟的时间，紧接着换到另外一边。下方支撑脚的脚底抬稳，更多感受到下方脚的臀部在施力。最后的十秒，我知道已经很酸了，
最后一下，我们即将要撑在那边，倒数十秒钟。5 4 3 2 1，非常棒。接着拿起两个哑铃，把两个哑铃全部靠在我们的骨盆上方，做双脚的臀桥。将臀部紧缩到极限，慢慢的下降，可以在上方稍微打开一下阻力带，多感觉在臀部。紧接着维持在臀桥的动作，做的是臀桥的胸推。让哑铃从胸部的两侧直接向前方推，继续维持臀桥的动作，加油！最后3 2 1，可以休息一下，但是我们手部的动作不要停。我们接着是哑铃飞鸟以及窄握的胸推，飞鸟慢速的下降，来到最顶端，回到胸部内侧向上推，重复这个动作。胸肌是不是非常有感啊？最后3 2 1，休息20秒的时间。下一个动作需要一个哑铃，两手握一个哑铃，做一个 Russian twist 的扭转，接着回到胸部的内侧向上一推。你的上身是微微的后倾，因此身体会呈现些微不稳定的状态。向上推的时候，使用到肩膀以及胸部上缘的肌群。最后3秒钟，直接把我们的重量放下，三头的撑体，开始。3 2 1，那这时候你可以拿掉你的阻力带，准备进入下一个部分，上肢的训练。拿起两个哑铃，第一个动作会是 back row， 哑铃的划船，让上身是前倾的状态，核心跟脊柱保持发力，让我们的身体不要驼背，将哑铃从下收缩肩胛骨，拉至靠近腹部处。Just take your time. And all of the matching
最后三秒钟。很好，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接的是二头弯举以及阿诺肩推的组合，集中二头的力气，将哑铃从下方拉起，并直接做一个肩部的旋转，来到头顶的上方，重复这个组合。休息20秒，接下来我们只需要一个哑铃，两手横拿一个哑铃，从下方抬到我们视线的前方，注意我们的手肘并不刻意的弯曲。你会锻炼到肩膀前侧还有胸部内侧的肌群，加油，最后5秒了，3、2、1。下一个动作是哑铃三头的屈伸，拿起一个哑铃放置在头顶的后方，固定住我们的上臂，让哑铃自然的向下垂放，并用三头的力气，也就是手臂后侧，将重量拉起。Everybody telling me chill, but it turns out I've been trying to for years and still never learned how. All I see is a million stories, I'm trying to finish them. I'm living an existence that never needs no embellishing. I'm building out a legacy others dream of just visiting. To when they say my name, there is nothing close to a synonym. Let me in. I used to scream at the establishment, imagine if there's someone or something holding me back from it. Now instead I put in my hand, I beg of his scraps. I say fuck the beaten path, I'm a bust. Now instead of hit your ride, I'm a slide to the destination. I ignore the signposts, I'm sorry I kept you waiting. Still I got a lot of troubles, I'm trying to figure out. 待会我们进入核心的部分，你可以把你的一个哑铃放在瑜伽垫上，在做左右卷腹的同时穿过哑铃，尽可能的感受到侧腹肌群的延伸，并将双腿拉回到胸部处。最后的5秒，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休息20秒。My candle burns thin, wonder if I'll get a break or if this is just it. Can't wait for the home run, White Sox, but it's only me. I slide through with a vibe, but I don't believe I can keep this up in about a week or burn out. 下一个我们会做4下的登山式，接着2下轮流的碰前方的哑铃。如果哑铃不在你前方的话，你可以做碰肩作为取代。尽可能在过程中让核心、腹部保持发力。最后10秒，加油加油！3、2、1，很好。You are the rain, you are the sun,
下一个动作会是轮流的平板划船，我们会做两下的平板划船，接着置放到另外一手处，直接换边。将哑铃从下方拉到腹部处两下，换边。一样有20秒的休息时间，只剩下两个动作，都会是用徒手的方式进行。第一个动作会做海豚的平板几何开合跳，先从轴撑的平板支撑开始，屁股推高，腹部核心收缩，接着向外一跳，重返这个动作。加油，最后5秒的时间，3、2、1，非常棒。下一个我们会从仰躺的姿势开始，做反向的卷腹之后，直接接一个抬腿的动作，双腿先从我们的胸部处向前延伸，接着向上，下降的时候可以慢，保持我们腹部紧贴着地面，不要让腰部悬空，只剩下20秒。最后4、3、2、1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主训练。我们还有最后的伸展部分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跟着我一起做训练后的伸展吧。从仰躺的姿势，把我们的两腿一脚跨向另外脚的膝盖，一手穿过去，静静的躺着，你可以往左往右，让背部获得放松。换边进行，接着绑紧你的脚，摆向另外一边，另外手延伸出去，视线可以看向延伸的手部，换边进行。一脚向前跨步，低弓步伸展，同时可以拉伸我们的三头肌，前弯的时候吐气，屁股微微的起来，一手打开做扭转，
再停留个五秒的时间。换另外一脚进行。最后我们会做下犬式，让脚跟找向地板，脊柱延伸，腹部收，停留在这边。你也可以左右的踏步。两手下去，上犬式，左右的扭一扭，腹部获得伸展。最后来到婴儿室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，今天的你非常棒哦。我觉得这组运动真的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甚至没有机会去健身房锻炼的朋友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有效锻炼到我们臀部、背部、肩膀、胸部的肌群都有 get 到了。那如果你有顺利跟我完成这一组的话，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